左右歪，不是，你现在直直看，你要往左歪一点，你的帽子要往右转一点点，这样子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随便了，就这样，好，开始录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两个的时间都是10:19，49分。然后要记录轨迹的也可以开了，刚就开了啦。我要检查一下我的，我的应该也是开了。好拉链。好，99亮个红灯。我先去边穿白底。对啊，好啊，你先坐上去都可以啊。脚好紧，好累哦。你说鞋子，我鞋子都还没扣紧。最绿的下的线应该是环山道之类的。
好吗？好，我来看啊。来，一上去就进环山道，因为这边下来是黑线。或者是有个红线可以滑到最右边，那里有个快道，这里已经最右还不够右，最右边有个岔的一条缆车，而且它有一块橘色区域，我觉得我们用不着滑环山道，我们去滑那条红线。好，你这边还是我收，那就我的啊。你就一直说你有 app 不是吗？是有啊。好，橘色是 park kids park， 还是橘色还是黄色啊？橘色是 Harbor Banks， 什么是 banks 啊？ banks 不知道什么，看了就知道了。他在我们前面几个啊，拜托，左边那黑线是最难的黑线，然后超上级黑线。哎呀，没有要啊，应该这里吧。嗯，哪里啊？这里啊，要满头。这个看起来真的好。没有，你站在上面就不觉得好了。而且它也窄窄。好像这边比较好拿。看你写。你有一天再拿一个给我啊！你下次换票的时候再拿一个给我，我要留起来。我喜欢老去过的地方。你要地图吗？嗯。看 GPS 啊。好吧。怎样？好吧。雪场都会有 GPS 吗？没有。我嘴巴里还是有头发，好难受。就是馒头的要死的地，八方的名产就是馒头。因为滑的人也多一些，这看来就是有环山道了吧？还是那不是环山道？明明下面不是馒头，这个啦，这个就是环山道。那这个环山道怎么样？就是这样，对环山道不满就可以下去。自己看这样子，很可怕啊！对啊，但昨天那个看起来更可怕，是因为昨天的上面都是小碎冰块。这个你觉得，我觉得突然觉得还可以看到一条路，就这样。还有机会找路走，昨天那个是完全没机会啊。逼死了。也是有了。下馒头，看看他，但他好像是硬走，他没有硬走，这个是这样移过去啊，然后这样，没有，他因为这样比较宽又顺顺，所以啊，你可以到边边再想办法转个弯，然后再移到对面，就是我本来说的练习是像这样练，这个比较大啦。这个面积很大，这种就是才是可以练习的馒头，但是这个太长了，所以我也不想练。太累了，我觉得你那要练个十个还行。然后那个日落叶标示一下吧，就是左右，这个突然变深，也可以。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方呢？我觉得不应该一开始要练。因为你会把膝盖的力量。对啊，我回头看也够恐怖的。好，站在上面看应该还是很恐怖。对啊。啊，他们就是打算把这个地就留着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说的。这个地永久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对。这个地不会整啊。因为上面的右半边还是哪里，就有那种
什么公式的馒头，就是官方做好的馒头。官方做好的。对，这种是人刻出来的。套在同一手，糟糕！我今天就是这条缆车线嘛。去哪里？推推推推。好，我们要先去滑右边的红线。我们先滑最右边，最右边。最右边，最右边。你不会想要下馒头吧？下面是馒头。刚刚的大馒头山，死都不去。对。好，我现在讲一下我们的计划，因为在这里啊，就只有这附近可以滑。然后一开始就滑环山很无聊嘛，所以我们红线滑一滑，接着呢就可以环山回到，可以横切，然后我们切去主要拱多瓦。主要拱多瓦应该是这个。拱多瓦这边可以切吧。上面也是八方哦。啊，有种上面那也是八方，对啊，都是啊，那边都是啊，好大、哦，它就像一个八一样，越下面越宽，然后左中右这样。嗯，你红线不要走错路哦、啊，红线接一接又接黑的。白华国际，然后开花。你要记得在那里要转弯哦，这里要转弯哦。不要转弯，你就跟着缆车下就对了。嗯，对啊，跟着缆车下，啊、然后坐缆车站。对对对，你不要转弯、哦，你转弯就接近黑线了。没有，不转弯就好了、啊。那、啊、你怎么转弯？这里不是转弯又可以环山吗？不是啊，跟着你不要离缆车远就好了。然后这条线的左半右半好像不一样，你不要滑到南的那一边，应该滑平顺的就好了吧？就跟着缆车不是吗？你不是讲？对啊，一样啊。但是这条线有两条，等下真的是缆车线啊，继续走。
是，哎呀哎呀，不是，我觉得这里好像是他们的练那个雪板的地方哎。这里有类似饭馆，他们都在玩这个。对啊。哎。去中间了哦，对啊，好像还好哈，再滑一两下好了，再滑一下，但是我是觉得我膝盖还是累累的，昨天就累到现在。我还好。我好像忘了开声音，我要把声音开大一点。你说。手机的声音。不过今天为了探路，应该不会分开的。哦，脚有点酸了。真的吗？我是说原来就酸，不是因为滑雪就酸。怎样？有摔倒，有摸到。像这也是啊，这边是故意做的哦，这边是给他们跳的这一块，这一块。所以走左边，然后我看看那能不能切过来，我们就不用跟他们卡。不是切过来啊，那里啊，这边就进来了。他可不可以这样走直的过来？可以啊，那就走左边啊，不要跟他们挤，他们那就是雪板擦擦擦擦。没有，这里很难走哎。你觉得很难走？这样可以过来吗？是可以啊。好，你走走看啊。很懂吗？这很懂吗？两个一样，我觉得两边一样平啊。你是说这几块地形你不喜欢是不是？这块的地形是雪板在滑的吧？是没错、啊，ski 也可以滑。我觉得下次我就直接走这一条，我不去过边那边看。然后从那边的话，至少可以滑到这啊，我觉得也差不多。
这里也还好啊。还是要我要试着这样子，然后翘过来到对面。你上得来吗？一滑就冲过来就是。你是说根本就上不去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有可能到时候我倒退了。算了，不要了。这其实不很高哎、欸，它会吃掉。我说你为什么会说你上得去呢？你上得去。我刚刚看的角度自以为可以，其实不行吧。那我就只能正常走这条路过去。好啊，你要试这条路啊？你试一试，告诉我感想。你仔细看一下雪道。好像也是碗状的。对。这也不是很好滑。你仔细看一下形状。算了，不是很好滑。它已经快被切出来了。嗯，算了。大概跟山顶差不多。我的有带路吗？有吧。开着就是有带路吗？嗯，我开了，而且开了路了，而且。照我之前录的经验，就是一旦开始录了，就都很正常。大家都冲好快，为什么冲那么快呢？一边没有，一边歪了，一边没歪。原来它叫 Hopo Banks， 刚刚你说的橘色区块。但是我才想说，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？是不是应该走右边？那就是绿色走掉啊。去啊！我用你们的心，我吃到给你。
什么？3240。诶，他走了吗？往上啊？怎么会是？车的我上当。怎么会是往上上？那边是黑线啊，这边是对的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要修嘞，这样怎么上得去？还是走错了？等一下，等等，还是我认错了？我看一下路。怎么可能是倒？那左边是黑线呢、啊？啊，好好好，左边，左边是黑线、啊。不是啦，左边是刚刚出来的餐厅旁边才是黑线呢、啊。那有人林间道往上走的啦。好好好。等小朋友都走了，休息一下。他也在开会，他也在认路。怎么？他还说是往那边走。转车了吗？没有啊。我们现在怎样？继续继续林间道吗？继续。要放吗？继续林间道不是吗？你到底想滑还是要走？林间道。林间道的路在哪？好像不是前面呢、欸。Thank you。啊，跟着教练走就对了啦。教练一定是带领先到。哇，外边。Evergreen 的。帮忙带路，是这样吗？我要先超过他们吗？What do you need？啊？要超过他们？Oh, sorry, I didn't need to.
Next time, I'll remember.你被他撞到吗？没有啊，我是在休息开心的。Thank you.
觉得他环山到底冲很快吗？啊？我觉得他环山到底冲很快。谁？他们的环山道。对啊。因为速度。多人啊。速度比较快。对啊，然后就是有人是大刹车，我就跟着大刹车。看一下地图。我要转弯了，蓝某。环山道刚刚有路过，看到黑色的。应该是要走那绿线就可以转弯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，茂？我觉得像哎，你看一下往上头看，像不像一个黑的？没有啦，是往上是黑线啦，绿的啦。那个栏杆是绿的吗？绿的啦，现在三芝士那里啦，是不对？你那个本来就不太准啊。准的好不好？三芝士那里啦。我们还没有到三芝士啦。我们到了啦，我们刚刚往下看已经是黑色的了。我们刚刚我一直说很可怕，很可怕，是北尾跟 cos。那边是黑的啦。那边是绿的吧？你自己看嘛，那种斜度怎么会是绿的？我们在三芝士上面的一个弯弯接黑线的地方。这个，那边有缆车啊。本来就没有缆车啊，这里哪有缆车？还是黑线是缆车线，不是啊。我觉得前面是三芝士啦。我不相信，你们谁去看路标？我是觉得我这样选这个。我这边就回不来了啦，你们自己看。我去看。对啊。你走开，你走开。还要我走开？我那个我就挑出来地图，真的就地图对的位置。写大大三芝士，因为好嘞，说你们可以是真的，我已经做了一个可以的。我就说是啊。
卡的地图不准。对，错的。我本来就跟你讲过它不准，刚刚我讲话你都不相信我。我平常订，他都把我订在山里面，我明明在坐在缆车上，他也把我订在山里面。我没有用过。啊？我没有用过 Memorica。那你没有用过，你还敢说它准？我就跟你说它不准。哦。要往右边，下去要往右边。我就用过，我就看到他都把我弄在山里面呐、啊。因为我还没有用它去死我了，真的好累哦！要再切过去一个吗？啊，好热哦！好热！你干嘛？公务人员？调度人员。哦。我要插进去会怎么样？很硬哎、欸。
来。然后就是一站。啊？你要下去啊？啊，往前走不是？哎，国际不对，往前啊，我讲错了。嗯。啊！啊！没事啊，没事啊。下去的路要、啊、你要跨过这个红色的东西过去再往下走、啊、先横切就对了。啊，切到哪里啊？路在哪、啊、路在那个有个字的地方。字下面有橘色跟白色的字，你说滑下去就对了。对，反正你先看路很糟糕哎、欸，是他讲的路，我这次我没有看。你快说不是你讲的，嗯，那就是我讲错 ，OK。这个你要到哪里？也没有要到哪里。你要到哪个食堂？你可以讲一下吗？你要到哪一个食堂？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都可以。啊，不是啊，你就说吃披萨，那你是说哪一个？现在已经寸八在那里，寸八，我们已经在这，我们在这雪道上了，我们在二之五了。你上面有二之五吗？那就是吃汉堡，或者是就是汉堡。你是说名山第二什么东西的吗？我现在看的地图明目山。应该这里往下吧？不是、欸，这里往下是这个地方、欸。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我是说餐厅的地方。Gondola 的吗？我是另外 Google Map 查的，不是他地图上画的。嗯。
下去。我不懂，你用对讲机跟他讲。继续往前走吗？继续往前，就是要去第一个缆车那边咯。是啊。对，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了嘛，你要不要看图嘛？第一个缆车，我们在这个两个道中间。那你现在要再继续绿线走到第一个最左边的站，还是你要第二个？那就直接下去应该就可以了。其实这里就可以下去啊。你用打电话的，那就这里下去啊，这里下去啊。我们在这里滑下去，然后下面有的餐厅是汉堡排。哎，不对啊，他又不吃牛肉。只有汉堡排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。那边，这个下去吗？对啊。下去。
啊 ，order 在这里，吃在里面。好啊，我吃就可以啊。我想要一个墨，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好。好，来，你可以选虾或鸡。Butter chicken curry pie。好，有人吗？我来弄就好了。好，因为我一直很怕它从身下。好，那我来点。